怎么又点外卖？我做的饭不够你吃的？不是吗？这是什么不是啊？你再点外卖，给我滚出去！这什么味道了？小琪，是你点的外卖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是不是阿姨做的饭不合你口味？不是，我点的酸菜鱼，这个做起来太麻烦了。你倒还想吃铁鱼？以后想吃什么，跟阿姨说。阿姨，妈，关一下空调吧，有点冷。太热了，是吗？这么热啊？那我给空调再调低点。妈，我冷。你出去暖和呗。那你太阳大。儿子、嗯，妈妈平时对你太凶了，都是妈妈的错。妈，您这说的哪的话呀？儿子不计较真好。今天我请你们俩下馆子去。妈，我想吃烧烤。吃什么烧烤？小七要吃小龙虾。那我不去了。你不去谁结账？结完账再走。